去的，那个他说要等连友上市，联银行，那行，联银的，他先去就好了。真佛宗美国彩虹雷藏寺爱染明王护摩法会，法会开始，与会大众请起立，恭迎真佛宗创办人无上法王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师母莲香上师，请大家虔诚合掌唱诵莲花童子心咒。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一起受。恭请师尊移步到展示屏，接受众线上众弟子们的问安。
阿弥陀佛，这次带来是我多穿九九九。阿弥陀佛，这次带来是我多穿九九九。阿弥陀佛，这次带来是我多穿九九九。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请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助教同门善信大德就座。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助持者及功德主报名表格。敬献哈达，与会大众虔诚合掌，请师莲语上师代表与会大众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
以表最崇高敬意。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焰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唵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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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做四无量观，观想右手边有父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行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唵修利修利玛哈修利修修利梭哈，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唵瓦扎那当诃诃吽，南无萨曼陀摩诃萨，唵嘟噜嘟噜地韦梭哈。念招请咒：唵啊吽梭哈，唵啊吽梭哈，唵啊吽梭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南无大白莲花童子，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真佛宗历代传承祖师，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二染明王，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二染明王，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二染明王，南无无极瑶池金木大天尊，南无五方五佛，真佛宗八大本尊，大威德金刚，不动明王，四大天王，释迦菩萨，彩虹雷藏寺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金刚明王殿金刚护法神众，真佛密院坛城诸佛菩萨，西雅图雷藏寺坛城诸佛菩萨，南山雅舍坛城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山神、土地神、苗家神、风神、水神、火天神、龙神、十方空行护法神众、城隍禁主、放光加持此次护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唵啊吽观想顶礼，
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于其手。达曼达供养，受结供养受应，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护摩祖尊爱染明王，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总共金刚护法龙天空行，下施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Om Sava Tathagata Yidamu Guru Nana Mien Chana Khang Liliye Dayami。 做四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嗡波然哲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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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然哲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转诸名加持。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临除结界加持报名表格护摩木及供品。
请大家起立，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棒开炉结界，点起护摩火，供品下炉，演化西灾祈福争议敬爱超度手印，与会大众唱诵爱染明王护摩主尊心咒。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Oh!
子放着，放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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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放着，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Ling Tho Ling So 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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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o Ye So Ha Om Jani Juni Jun Thi So Ha Om Chambala Cha Lung Cha La Ye So Ha Om Ahom Pet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Pe Ahusa Samaha Dien Sheng Siddhi Hum Deyata Om Bekhatsya Bekhatsya Maha Bekhatsya Lata Samo Katehe Soha Namo 36万亿 ,11万9500, 同名同号阿弥陀佛。那么36万亿 ,11万9500, 同名同号阿弥陀佛。那么36万亿 ,11万9500, 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得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成宿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立，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命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世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定次西地，佛子齐庆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一心祈愿护摩主尊，金刚萨埵法王子变化身爱染明王尊者，以大敬爱力、大喜宅力、大争议力，时刻护佑圣尊，精神百倍体强健，百病不染寿绵延，爱染威德常左右，众生永带大敬爱，争议资粮滚滚来，圣尊慈悲来摄受，众生平等皆救度，真佛牵引到彼岸。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坐众回向。一心敬礼，唉然多觉，祈请放光加持，以大日如来毗卢遮那入普贤菩萨心中，化现红色的光明，接引幽冥众往生清净佛国。即今唉然多觉加持一会大众，
身体健康，疾病痊愈，身心清净，修行得力，一切成就。朗日吉祥，夜吉祥，一日六时皆吉祥，一切在吉祥光之中。祈请上师加持，护法永在，本尊摄受。祈请爱人多戒，誓以相应，一应、百应、千应、万应，终究圆满成就。唵人多杰，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祈求皆能成就。让瘟疫退散，病毒退散，疾病退散，恶言退散，恶念退散。问共念三遍百字明咒 ：Om Bija Sato Samaya Marupanaya Bija Sato Dinupadicha Jeto Mepawa Soto Kayu Mepawa Sopo 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hawa Siddhi Membolayacha Shawa Gama Sutame Jitamu Siniyan Guru Hom。哈哈哈哈呵，巴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贝扎萨多提努巴迪查哲卓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波卡尤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沙瓦和西迪美波拉雅查沙瓦伽玛苏扎美吉达姆西尼仁库鲁吽哈哈哈哈呵巴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贝扎萨多提努巴迪查哲卓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波卡尤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沙瓦和西迪美波拉雅查沙瓦伽玛苏扎美吉达姆西尼仁库鲁吽哈哈哈哈呵巴嘎文
本上哇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扎巴哇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哄佩。做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哄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二拜诸菩萨。嗡啊哄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哄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四平等一起受。念圆满咒：嗡布灵，嗡布灵，嗡布灵，嗡玛尼贝咪吽。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祝他阿雅明王护摩法会。请大家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护摩的主尊唵延多杰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你好。爱死你了。爱死你了。谁人的？谁人的？欧拉米哥。欧拉米哥。Que quiero mucho。すごい。一番。一番。気持ちいい。準備。やっぴ。ブリンブリン。こんにちは。现在先通知大家，下个礼拜天是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三点 PM 是大随求菩萨护摩法会。大随求护摩法会，好像大随求护摩法会已经做过很多次了啊，大家也知道什么是随求八应啊，随求八应。它的咒语是嗡玛哈普拉蒂萨多梭哈，嗡玛哈普拉蒂萨多梭哈，嗡玛哈
波罗的三罗梭哈。这个咒语另外有随求八印，手印有随求八印，最主要的一个手印就是啊，这个这样子的手印，然后摩擦三下，压三下，随求八印。啊，平时这个大随求菩萨啊，很多人组起。我记得大随求菩萨跟那个不空坚所观音都是最多人组起的，因为在娑婆世界是属于有情世界啊，众生都是有情，有情就有求啊，众生都有他的希望，所以这个不空坚所观音跟大随求菩萨组起的人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另外我们今天呢，所做的这一尊爱染明王，他很特殊，他是敬爱尊，但是他有很多的法。我记得这一尊是在香港啊，在香港这个传授的啊，传授了这一尊在香港，在那时候是好像也是常人上师他们主持的这一尊的这个爱染明王的大法会。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个爱染明王大法会的时候啊，那时候主持的上师是谁？哦，莲灯啊，对了，他好像印象最深、嗯、他在说法的时候啊，这个始终没有讲完啊，这讲不完，然后莲妙上师啊上前跟他讲可以收了。那莲灯呢，他说我是按着稿本在讲，按着稿本在讲，稿本都还没有完，那是如何收呢？他继续就讲，那个莲妙上师又上前跟他讲应该停了，他说停也停不了。停也停不了。后来呢，林妙上师第三次上前去跟他讲应该下台了。他说没有办法下台，还是没完没了。嗯，这就是、啊、爱染、嗯、他被染住了，被染住了，哪里有了，嗯，停不了了。不过这尊的法非常的多啊，特别的，很特别的。你看那时候在讲的时候，这爱染明王有阴阳水的敬爱法，阴阳水的敬爱法，另外还有解毒的方法，爱染明王也可以解毒。你碰到食物啊，
这个植物明明有毒的，你念了七遍爱染明王咒，吹一口气，既然没有毒，这毒就化掉了。既然解毒了，我想看今天的病毒啊，今天的这个病毒瘟疫，希望说爱染明王啊，做了以后能够把病毒给它解除掉。另外它还有除魔的法啊，除魔的法，除掉障碍，这个解除很多的魔障的方法。另外有科相法，有科相法，你科爱小尊的爱染明王吊在胸前，对你自己很有帮助。科相法，另外还有甘露水法，这个他所做的瓶，坐在甘露瓶，很大的甘露瓶上面，瓶上面又有莲花，莲花上面在显现了爱染明王，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有敬爱法啊，敬爱法，他的敬爱法是有大敬爱、中敬爱、小敬爱。另外有画像法，画他的像，画他的像。然后还有断恶法，把这个不好的给它断除掉。另外还有助所有的本尊相应法，你本尊修很久都不能相应的，有时候修爱染明王法，他就把本尊相应法就能够相应了。爱染明王法有助啊，一切本尊的相应法，有断恶法、化相法、敬爱法、甘露水法、科相法、除魔法、解毒法，另外还有爱染明王阴阳水敬爱法，这个在那一次的法会当中都有传播啊，在这个香港的时候有传了爱染明王法。结尊很特别，那么它的出现呢，你需要先观想昼日，像甘露瓶呢，你要观想那个泄字，泄字，观想泄，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吹，阿弥陀佛的吹，那个它的种子日，化为甘露瓶。莲花呢，要观想棒棒日，棒日由棒日化为莲花，再来由红日化为爱染明王。还有三个观想，先观想甘露瓶，观想这个泄日化为甘露瓶，再观想半日化为莲花，然后再观想后日，就化成爱染明王。它特别的，我一般来讲呢，对爱染明王印象最深的日本的这个爱染明王，他拿的这个金刚杵，他是这样子拿的，这样子拿，转转这样子拿，金刚铃是搁在脚上，爱染明王的，对，他金刚杵是这样子拿，啊，特别。
我们先讲一个笑话哈。有一个打篮球的篮球这个球员，他投篮，他连投五次都没有投进去，这篮球的教练就讲了：“笨啊你，你看我的。”他也投了五次，也一样不进。然后他很，篮球教练就很凶：“你看见了吗？你刚才就是这样子投的。”你刚才就是这样子投的，这样是不对的。那篮球教练很好玩。有一天呢，有一个法官的女友看见了两只蚊子，便叫法官打死那两只蚊子。只见法官呢，把那一只肚子吃得饱饱的蚊子打死，却对那一只啊肚子扁扁的蚊子楚楚下不了手。他的女朋友问他为什么不把那个瘦的蚊子也打死，法官到最后回答：“证据不足啊。”证据不足。上课的时候啊，小明偷滑手机，现在这个人人都有手机，小明呢，上课的时候他在滑手机，被老师发现，带到办公室训了一顿，还把小明的老爸叫来。这老爸一进办公室啊，老师就说：“小明在上课的时候都在玩手机。”他老爸很生气，二话不说就把这个办公桌上的手机啊拿起来，就用铁锤啊，找来一个铁锤就把它敲烂。只见老师啊眼泪都淌下来，叫得好惨：“那是我的手机啊。”把老师的手机都给他敲烂了。哎，小明的笑话很多，我记得有一次啊也讲过这个笑话，也蛮好的。就是暑假过了，小明回到学校上学，但是呢这个他迟到了，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看见小明进教室，而且他的衣衫不整，老师就问：“你为什么迟到，而且衣服穿成这样子？”小明跟老师讲：“我在半路上啊遇到这个强盗抢劫，我被抢了。”老师就问小明：“那你被抢走什么？”小明回答：“暑假的作业。”你看他暑假作业被抢了，那当然不用教了。小明很聪明了。还有小明还有一个笑话很好玩的。小明把这个数学的成绩单拿回家给爸爸啊盖章，他爸爸一看：“哇，90分嘞！
哇，90分呐、啊，应该是分数很高了，90分，及格是60分，他考到90分，但是老爸很生气，还是拿藤条把小明打一顿。小明就反抗，他说：“我0分的时候你也打，我90分你也打，那你到底要我考几分？”小明的爸爸讲：“我知道你的习惯，这分数铁定你已经改了。啊，你一定啊，你一定加上了一个9日。啊，你自己填了一个九日。”小明讲：“冤枉啊，冤枉。”我没有那个意思啊，我绝对没有改，啊，我绝对那个9日绝对不是我改的，我不过是给他填上一个0而已。还是有改，那小明的笑话好，很好。这是台湾呐、啊，莲花净粮问的。台湾莲花净粮啊，啊，师尊你好，顶礼师佛，弟子请问：师尊文集《真佛法中法理》提到的持咒的口诀是“光明轰曼”，光明轰曼如何应用于平时持咒的功课之中，还是修到内法次第才能修持？其实啊，他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持咒的口诀是光明轰曼，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哈。应该是一心不乱吧，一心不乱。你持咒的时候啊，你这个发出来的声音咒音，要从你的心上这样子过，而不是属于善念，不是属于善念，而是属于一种定，禅定的一种念，能够持着这个咒声音经过这个耳。进到你的心中，这是持咒的口诀。但为什么是光明轰脉呢？因为大家知道啊，密教有三大成就，一个叫做持名成就，持到这个咒啊本身有光，产生的光，这个叫持名成就。持到这个光呢，把你的脉轮全部都化为光，持咒持到那个光呢，从你的脉里面产生出来，把你全身的都化成光，这个叫做持名成就。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觉得持咒的口诀是光明轰脉，也是对的。大家讲持名呢，当初的时候你要持这个咒，就把这个咒日要记住，像今天的那个咒 ，home 插支 ，home 热 ，home。插枝后热，那每一个咒出来，从你嘴巴出来都是有光的。你如果观想每一个咒日都是有光的那个咒日，那就是一心不乱嘛。
所以这个也是对的啊。持咒的口诀是光明轰脉跟你的内化当然相关，但是也跟你的观想相关，因为你持的咒像嗡，我们都观想成为白色的光，啊，我们观想成为红色的光，轰，我们观想成为蓝色的光，而每一次三光加倍，嗡，那本尊放出白色的光，那个咒日放出白色的光，印在你的眉心，啊，印在你的喉咙，红色的光，轰，蓝色的光印在你的心际。那个就是光明轰脉，就是光明轰脉。你这修本尊法的时候还没有到内法，你还不是要观想嗡啊轰三光加倍，那个就是光啊，昼日的光啊，啊，三光加倍就是昼日的光。所以我讲持咒的口诀是光明轰脉，也是对的。跟平时在持咒的时候功课里面，你只要观想昼日发出的光，还没有修到内华次第的时候也是一样，它也是光明轰脉。这是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他问的因家门口会有邻居往来走动，使弟子做施时非常不便，可否做披甲护身后到家中附近的人少空地做施时呢？弟子顶礼感谢师尊教导，愿师佛健康长寿住世。他这个哈，第二个问题，这个不是说非常那个一般来讲的问题。他在家门口做施食的时候，像我们庙里面在做施食啊，在做五供，那么这个法师呢就剩一点那个米，从供养的米中拿一点点，来走到庙门口外面，啊，在做施食，这个法师在做，或者是供养这个大悲咒水，供养咒水，这个做施食，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祖母、甘露细充满。嗡目的说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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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祖母、甘露细充满。嗡目的说哈，嗡目的说哈，嗡目的说哈，然后把水洒出去。那他讲家门口会有邻居往来走动，弟子做施食非常不便，
这个也是奇怪，你这个家的附近邻居来往走动真的很多人啊，连一个空档都没有，就是走来走去，你没有办法做事实。那你邻居经常都动来动去的，你不会说等邻居走过了你再做吗？啊、哦，或者是怎么样？他讲说，是不是可以做披甲护身，以后到家中附近人少的空地做施食呢？可以，也是可以的。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啊，做披甲护身，然后走到比较空旷的地方，你去做施食，应该是可以。他讲这是方便嘛，因为你家的门口很多人来来往往，不方便，是可以的。这是回答台湾莲花俊良的。那刚刚问到的光明烘脉，在内华里面就有光明烘脉，因为光明烘脉是第二层，在修内法的时候啊，先产生大乐，先会产生大乐，然后再化为光明，最后才是空性，就是乐明空，乐明空，在修法的会产生的三种现象，一个是大乐，一个是光明，一个是空性，有时候三个一起产生，三个一起产生出来。这个笑话好像是讲过的哈，这个阿珍发现老公的皮夹里面放着自己的照片，非常激动讲：“老公啊，你把我的照片放在皮夹里哟。”这个老公回答：“每当我工作上遇到困难，总是看着你的照片，让我度过不少难关。”这个阿珍说：“哇，好感动。”老公讲：“是啊，看着你的照片，心里面想，这样的苦我都撑过去了，天底下还有什么我不行的呢？”嗯，这种苦都撑过去了。又到了新的学期，校长召见新的老师。校长讲：“学生啊，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依他们的成绩做不同的对待。”这新的老师问：“如何对待呢？”校长讲：“例如考试得到 A 的，要对他好，他以后可能是科学家，对社会有贡献。考试得到 B 的，说不定可以回到学校当老师，是同事。考试得到 C 的，将来会赚大钱，那么他会捐钱给母校，也要对他好。”那这个新的老师问：“碰到一个喜欢霸凌的同学，还顶撞师长的。”校长讲：“这个也要对他好，他以后有很大的机会、当上这个立法委员。”
或者是民意代表，因为立法委员啊都是要动手打来打去的，都是要霸凌来霸凌去的啊，这个也要对他好，这个将来他哪要会当立法委员。那新的老师又问了，如果碰到啊考试作弊的人，他也会贿赂老师啊，又会说谎啊，有冒用家长的签名啊，有侵吞学生会的公款啊，有诈欺同学啊，啊，这个骗来骗去的。校长说这个学生啊那更伟大了，这个一定将来会当总统。总统啊，什么总统？哎，我不能讲，不能讲，总统都是会骗人。这是笑话，不是我的意思。我们讲这个维摩诘经，相好庄严身，色相第一。这是上一句是功德智慧，一修其心，啊，我们是星期六晚上讲的。今天呢，讲相好延伸，色相第一。啊，我们知道佛有32相，80的随身好。80随身好，32相，80随身好。这个你们查这个佛教的这个词汇，你们就可以看到什么是32相，什么是80随身好。就不用我一个一个讲啊，32相，80随身好，32相，80随身好。如果我要全部讲的话，又要讲一个月。这佛当然他的相好延伸庄严，相好庄严，他的身色都是第一的。你看那个佛像雕刻都有顶光，有顶上有光啊，有周身的，还有背上有光，背光，背光，他的脚踩在莲花上面，莲花也有光，全身都是光明，那是色相第一啊！啊，色相第一。我记得我以前去看这个莲花童子的时候啊，他跟我讲莲花童这一尊就是莲花童子，我一看。哇，哪里看到他的莲花童子的身子？没有，全部都是光明，光明璀璨，非常的灿烂，那个光非常的强，白色的光非常的强烈，这个尊就是莲花童子，全部都是放射白色的光芒，看不到他的身相，这个就已经很惊人了。对，你看活菩萨的雕像，他都有背光啊，背顶啊，顶上圆光，背有背光，周身有周身的光明啊，脚底下有光，像阿弥陀佛。它最重要的，它就是无量光，它光明无量，
阿弥陀佛光明无量，无量寿，寿命无量，光明无量，非常灿烂的。男女人每天早上起来啊，照照你们自己的脸，每一个人去照自己的脸，看着自己镜子，看到了这一脸傻相。刚刚睡醒，我睡醒也是一脸傻相，我不要讲别人，我刚刚睡醒的时候，去看镜子，怎么搞的，一脸傻相。脸上啊，你看自己的脸没有光彩，女生不化妆啊，那女生不化妆的时候光彩全部黯然无光，黯然无光，而且是霉气，那个倒霉的气全在脸上，甚至灰色的，灰色的，甚至还掺杂一点黑色的，那个斑点都没有消除，都还没有化妆以前啊，化妆以后啊，那个粉饼啊或者什么东西一直涂啊，涂了好几层啊，涂到最后终于有光，也算是色相第一啊，但是你那是表面上涂出来的。这些大比丘大菩萨，他本身从内心所发出来的那种光芒，那色相第一，色相第一、啊、你看看我们健康的人、啊、你看健康的人他的气色，他就是健康。哎 You looking good, You looking good。我们总不能看到人说 You looking bad, You looking good, 那就是色相，你看起来很好。那你看看嘛，有些同门呢、啊、真的是看到他没有办法，那个那种脸看起来就是很阴呢、欸，很阴很暗，没有光彩，他脸上也不活泼，黯然，而且阴阴的，这个阴啊，阴险，毒辣，很毒很辣。令人不敢接近。啊，有的同门呐、啊，很开朗，很活泼，很大方，看起来大家人缘都很好。那个很刻板的，很阴险的，很毒辣的，那脸灰的，就。不敢接近，尤其你到医院去看那些病人躺在床上的，你跟他讲 You looking good, 被他打死了，他如果还有力的话，你已经被他打死了，病得要死，病那病容满脸都是病容啊，一看就知道你身体有病了、啊啊、你只能够讲你今天怎么了，还好吧，对，就是这样子，我们随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的，自己想想看啊，常常照镜子你就知道你的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光彩如何，光彩如何？你如果有病，你当然显现的是病容。你如果身体健康，你就雄壮威武啊！啊，这个气息呀、啊，这盎然，
那色相也是第一，这个是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佛菩萨都有庄严的身相，相好，相好就是说他的面相很好，他的面相，我们晓得啊，世尊也会看面相，面相、手相、身相，甚至还有摸骨，哎，摸骨我们不能写，不能到处乱摸。啊，那个以前关西，台湾有关西摸骨啊，非常有名的。这个我听说有几个大人物给他去一摸，他是瞎子，看不到的。进去他一摸他的骨，哇！你这是这种骨是没有的，一般人是没有的。总统的那个骨相都不一样的啊！听说那个李登辉去边摸骨的时候，关西摸骨，他是可以摸得出来，你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一般的可以看到他的面相，他的五官，他的面相，我们出家人看起来就像和尚的样子啊，就是出家人的相，出家人的相，在家人的相，出家人的相啊，又不一样了，出家有出家的相。那相好，相好就讲我们的这个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这个有这个三庭相法啊。这个从眉毛到额头是看六年的，从眉毛到鼻端是看中年的，从鼻端到下额是看晚年。我们也知道从眉毛就可以看到兄弟，兄那个叫做兄弟宫，兄弟宫。从眼睛就可以看到你的智慧，眼睛就是智慧宫，智慧宫。从笔头就可以看到你会赚多少钱，从鼻子看到你会赚多少钱，这个叫财免宫。从下巴就可以看到你的用人，你能不能用人，这个叫奴仆宫，叫奴仆宫啊。从你的眼睛的尾端看过去，这两个地方就叫桃花宫啊，你桃花有带多少，这地方就叫桃花宫、财免宫、智慧宫啊、兄弟宫、奴仆宫、财免宫啊，三庭相法。耳朵呢，可以看到你的寿命啊，可以看到你的寿命。鼻端跟嘴唇的中间也是看到你的寿命。那么就是我们平时可以看到这些，我们啊懂得这个神算的，一看脸就知道了，就直接就可以看到。还有看手相，看手，里面有几个小孩都在手上面呢，你有几个小孩子都在手上就有了啊。你的感情成分怎么样，就是看他的桃花宫就有了，甚至于看着你的这个肩额上面有几条线，就知道你娶几个老婆。啊，你们看师尊的额，这两个额头，你就可以看到师尊有几个老婆。师尊只有一个正宫。啊，师尊只有一个正宫啊，正宫就是一个
正宫没有两个，当然是一个了。这个就是原配啦，古代叫正宫啊，现在叫做现代人叫原配啊。你原配，原配也当然只有一个吧？啊，你看娶几个老婆，这个额头这里就有的，你自己回去自己看看，看看你自己娶几个老婆。嗯，啊，你们出家人回去看看，回去嫁几个老公、几个老婆，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很奇怪的，这个印记就是有。你聪明不聪明？哎，看你的聪明眼，聪明眼在哪里？就在你的手掌上。有聪明眼呢，啊，有聪明眼，你聪明不聪明？你的寿命、你的爱情、你的事业，都在你的手掌上。像那个释迦牟尼佛，有千佛足轮，千佛足轮呢，他的这个。他的脚板呢、啊，刻着千佛足轮呢。释迦牟尼佛的脚底板难翘脚来看，脚翘起来看，哇，脚底下有千佛足轮放射光芒，像法轮一样放射光芒。释迦牟尼佛有的，看看你有没有。看看你有没有千佛足轮，不得了啊！你释迦牟尼佛转世的，对呀、啊，所以会我们会看相了，很容易，一看一个人，啊，他哪里有病，看了就知道了嘛。他是上半身的病，中半身的病，下半身的病。我们一看就看出来了，在他脸上就有记号了。先看脸，再看手，什么都知道了。啊，再不明白的，就七指神算，啊，算一算，耳报法，这个所有的童子的耳报法。荷叶童子的耳报法，荷叶童子会跟你讲，啊，这个人是什么样。那一天有一个人，有一个女生来问事情，新加坡的女生来问事情。那个耳报童子就讲了，那个荷叶童子就讲，他这个人啊，到了世界很多国家他都去过，你没有去过的国家他也去过，他一生当中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哇，去了多少国家，50几个国家啊。一个女生，这个耳报这个荷叶童子跟我讲，他去了50几个国家，到最后他点点头，没错，我是因为我以前是空姐，哎，他真的去了50几个国家，我不是吹牛的啊，对不对？他是空姐啊，所以他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到处飞啊，飞到世界50几个国家，他都去过。所以你看那个荷叶童子也是很厉害，你不知道的你就问他。啊，它上面有遥知金母，荷叶童子他就可以报给你啊，还告诉大家，我刚刚讲的面相、所相是非常真实的。啊，面相、所相不足的，就问荷叶童子，问遥知金母，更大的问遥知金母。他都知道，都很清楚，对，所以我当然知道了，因为我
了解很多国家的 country number， 就六二我不太清楚，因为六二原来是印度尼西亚，这个是我不太清楚啊。证明师真是相好庄严，众生喜欢。哦，众生喜欢啊，老了，不知道老了，我告诉你老了，相好庄严，老的就要慈祥。注意，老的时候不是看起来让人家厌恶，而是慈祥，觉得这个人很慈祥、很慈悲、很慈祥，那个慈祥的光显现在你脸上，让人家喜欢亲近。相好庄严，当然你不能像年轻那样英俊潇洒，但是你庄严相。你的耳朵不是老鼠耳，一点点一点点，那个耳朵不好，耳朵一定要耳垂，这三十二相之一，耳垂，甚至耳垂可以垂到很长，耳前垂肩，他眼睛已经成可以照见，看从眼睛看到可以看到四大海，佛啊，佛的眼睛成目视大海，非常的庄严。他的眉毛像月亮一样的，啊，上弦月的那种月亮月眉。他的鼻子是端正，而且是鼻端向上翘的，鼻端上翘，啊，稍微上翘的，非常庄严。他的嘴巴也是一样的。这个，另外看桃花宫啊，看桃花宫，看兄弟宫，看财免宫，看奴仆宫。一般来讲，佛大菩萨、奴仆宫都非常的圆满，都非常圆满的。这是相好庄严身色第一这句话的解释。小王觉得很多事情都不顺，去找大师看面相。面相的大师看了以后，说他有血光之灾。小王非常紧张的请大师化解。大师讲：“你去找一个大兄的妹陪睡一晚就没事了。”这个小王一头雾水，觉得奇怪。大师又讲：“你没有听过吗？逢凶化吉。啊”隔天小王呢，头破血流，怒气的去找这个大师算账。小王说：“你说逢凶化吉，我照你的吩咐，我找了三个大兄的这个妹陪睡，结果出事了。”被打了一顿，大师听完叹一气，叹了一声：“大哥啊，凶多吉少啊！”好，麻烦别别用。非常感谢法王圣尊严生活佛宝贵的法语开示。恭请法王圣尊严生活佛带领与会众弟子做观想大礼拜。
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四平等一起受。恭请师尊以布道展视频接受众线上众弟子们的感恩之心。谢谢师尊，谢谢众线上的同门，下周见，谢谢你们哦，谢谢，下周见。谢谢师尊。好。谢谢May I have the hands in please? Anyone who didn't return, your receiver, please return to the MC stage, please. We still need one receiver.
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与会大众做二染明王法灌顶，含有皈依灌顶。Oh!
做爱染弥马法观点，我们一起顶礼感恩师尊，谢谢师尊。